娘，你看今天的天气是真真的好啊，狂风暴雨，电闪雷鸣，明天就晴。说人话，这天你还把我带出来干啥呀？我身边的宫女儿和太监们呢？娘娘，您千万别生气，都怪那个甄嬛，她一出现呢，咱身边的小宫女、小太监呢，都跑她的电视剧里边去了。这个老妖精啊，成功的占据了暑期档。放肆！张嘴。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说，甄嬛是我的老婆婆。哇哦，原来是老佛爷呀！我发个朋友圈赞一下。容嬷嬷，这都到月末了，你怎么还有流量呢？娘娘，附近有 WiFi。 紫薇点赞了，紫薇点赞了。娘娘，您不是不高兴吗？我把他呼来，让您开心开心，可否？准了。紫薇，紫薇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在哪儿呢？皇后娘娘不开心了，不开心了，马上过来，马上过来，马上就来。站着，站站。你是？我是紫薇了啦。你的头像跟长相差距也太大了吧？人家用的是美图秀秀了。我万万没想到你这头猪又站起来了，这不都是拜你所赐吗？给人家扎的肿成这样子。不可能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我容嬷嬷扎针特别棒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就是皇后娘娘想开心一下吗？表墨迹，快开始吧。火车都被淘汰了，你俩就不能换个曲儿吗？都扎50多集了，能不能有点创新？容嬷嬷，你扎的能不能有点节奏啊？紫薇，你能不能带点表情啊？真太细，儿臣做不到了啦。做不到也得做。真的做不到了啦。大胆。不好意思，失态了。不如这样，若将此曲稍作改动，扬长避短，再加点国际范儿，令人眼前一亮，想必也是极好的。听后本宫喜出望外，倒也不负恩泽。娘娘，你说的什么驴子话？我一句没听懂。换个曲儿。啊，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吗？换曲儿，换曲儿，换曲儿。为什么要把我这个皇后娘娘拍得这么恶毒呢？我就不理解了，为什么要把我的快乐建立在紫薇的痛苦之上呢？扎紫薇我一点都不快乐，只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快乐，我才快乐。你们快乐吗？快乐啊。那我们向快乐出发吧。今天对你们的表演满意吗？挺满意的，挺满意的。感觉怎么样？好不好？嗯，你看观众还是认可呢，观众买账就是最大的是不是支持鼓励？非常好。我觉得他们这一组啊，让我真正感觉到喜剧的力量是什么。他们这一组我觉得确实给我了力量，我看完以后听见没，我特别喜欢沙溢老师的意思。那今天你们的表演让我感觉就是说你们的角色的分工是非常准确的。
三个人就是都找到自己的特点，而且找到了这个角色的特点，所以整个看起来都会非常的舒服，怎么样都觉得很搞笑。谢谢。好，谢谢李湘老师。我觉得语言口音啊，就是语言的特点在这个小品里面非常的明显。然后当然就不用说了，他就是咱们用的都是东北话，然后来说那些甄嬛呐、电视剧里那些事儿啊，然后所以就是特别有效果啊，你笑就是笑容的笑啊，所以这点是非常明显。